这个点他们还没下班，难道是小偷？谁是真的球球啊？爸爸，这是你带我举高高时，飞呀、啊！我头撞到吊灯留下的疤。对，你是球球。爸爸，我这下巴的伤是被你捏的，我还没告诉妈妈呢。对，你是球球。妈，是你是球球。爸爸，上周你喝醉了，抱着跳高吓你爸爸。别说了，太丢人了。爸爸，你在我的衣服里藏的私房钱、窗帘的柱子里，还有电视机后面，还有我的毛绒玩具里，你的鞋底里。哎呦，别找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现在就我们俩，你说吧，为什么要假扮我？你有什么目的？啊？九九，你妈很快就回来了，她肯定能分辨出谁是真的。妈妈回来了，我去开门。